今天局部开个小会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什么叫机会来？我们在座的诸位全都是做工的，我们都是靠摸手指头，靠想设计，赚的是辛苦钱。最近这几年以来的市场，大部分都是以那种批量货，比如观音佛啊什么，特别是现在微料的出现，更是一批一批的做。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广大的网友啊，他很快就会知道这类型的东西可能就是基雕加手修。比如说微料需要调色，当然微料也有一些不调色的。我们不是在说微料不好，只是说我对微料知道的少，大部分都是要调的。当然也有一些是不需要调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手艺人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在做这个不仅仅局限于翡翠、和田玉、微料，我们还可以是玛瑙。对，所以这一次我特意买一些玛瑙，我希望厂长还要为你们组织一下，到时候工厂人手一个，工费呢我照付。啊，我不要求你们做得惊世骇俗，只要求你们把这个石头的特色给展现出来，而且工艺一定要到位。到时候人手一个，我们发起我们公司内部的评选，奖金嘛不是很多，但是呢可以足够吃个大。只设一个奖，就是第一名，就没有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也没有什么特殊奖，就那一名2000块钱，我来付。料子你们自己挑，题材一定要正。哦，你看这多漂亮，奇形怪状。这个怎么中间穿个口啊？好像天然就这样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料子呢？我不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它挑出来，这个应该是戈壁玛瑙，溏心玛瑙，是溏心玛瑙是吧？人物、花、杂件都可以，让他们挑吧。让他们挑，材料不限啊。啊，这件好有意思，又有特色。这像不像一只河豚？他都不用雕了，他就是一只河豚。我担心是我说出来会被你骂，不说了。你说，骂你干什么？我感觉他更像一只河豚呢、啊，像破壳啊，那只小鸡啊、哦，也像蜗牛、乌龟、小乌龟。反正题材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定。吴总，你要不要挑一个？啊，挑个我又不会雕。我指导你啊，你挪个圆珠啊。上了双手指。可以设计，我帮你们来雕嘛。对呀、啊，参与嘛，我也参与嘛，到时候风险。好，以后告诉你，福总，我要去到河南的南阳峪秦岭的紫绿玛瑙，我们去找。我到时候有时间我就去，然后我去买一些回来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量的基雕加手修出现了之后，这些手工它就显得弥足珍贵。如果我们做得好，我们靠这个手指头在谋生的，也就是说，当广大的网友喜欢上了，他愿意拿这些钱出来买这东西，我们就有了谋生的手段。因为自媒体的东西，他不知道我们以后这个号还在不在呢，但是呢手艺在的，我们一样有饭吃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袋子在这里，等一下记得装，人手一个。哇，这个是你的，嗯、哇，五指灯科是吧？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你不要把人家捏烂了，我感觉你那不至于那么脆弱吧？我拿下，这个坏了不要找我。从你手上掉的肯定要找你。坏了就是你的事了。哦，它就是巧黄嘛，鸡笼子、啊、什么古鸡，我以为是那鸡笼子，这五只小鸡才是好看。还有抛光蜗牛，下面弄太湖石，太湖石安居落叶是吧？也是可以的哦，嗯、都是巧色。玛瑙其实就是最好做的就是巧色了。你的参赛作品。还没做，那赶紧做哦！饼哥都骂我了，本来是28号，今天是28号，结果饼哥一问还没做，差点被饼哥打死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呢？你也没做是吧？做一半。小东西，我看一下做的什么。一个是我寄予厚望的参赛选手，我都不。哦，这个可以。这蜥蜴头。蜥蜴头。亿万巨头。这个可以。那你的呢？还没好。还没好是吧？看一下，我三个花生加老鼠，连正三元。这可以，这是糖心的。你这个巧的是吧？这个可以。醒哥的东西呢？我看一下。薏米上面是一只小老鼠，我这个也可以啊，相信玛瑙做出来就好看，这叫丰收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老鼠都比薏米小，多子多福，多子多福，这应该问一下师傅，他自己做的薏米才是对的，来吧看看。哎，哇，这个就惊艳了，鸿运当头，鸿运当头，刚好这个蜈蚣确实可以啊，这里面都是镂空的，哇，你做了两个是吧？对，独霸一方，独霸一方都是不错的哦，看看那些一件没做的啊，这边做两件，哇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给它起的意思？蜥蜴嘛，蜥蜴啊，蜥。下面是水洗液，这做出来也是好看的，惊艳哟。这个现在在赶工，那就不说了。我这么一看，这个是你的是吧？这个叫什么？昆虫。昆虫意义呢？就是蜜蜂。然后呢？蜂蜜。昆虫。哎呦，这个也好看，而且这个巧的非常好看，可以。你的参赛作品呢？哦，年年有余，如鱼得水。哇，这个也好看。你是唯一的一个正牌型。目前来说，唯一一个正牌型的选手。你的参赛作品呢？有钱。这个是煮熟的，这个是煮熟的。使我有钱啊！你的参赛作品呢？神仙鱼，这个鱼。
鱼也是好的，年年有余、啊。怎么就它的才是最特别？嘴巴还有点颜色，还是可以的哇、哦啊，不错不错。那这样的话就有几个没做而已，那其他都是有。彪哥，你的参赛作品在哪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小财神 QQ 萌萌的，哎，这个也好看 ，Q 萌的，而且它这个做法也是可以。参赛作品呢？你拿了这么多料子，然后就做一件，这个还没好，还没弄好。这是一叶一菩提吗？嗯，一叶一菩提，这个做得也好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季老师，你的呢？你的作品在哪？我看一下。做好了，老板。哎，这像什么？蟹蛤。雪蛤。雪蛤。生腌。哇，还弄了一个小的，而里面有捞的是吧？捞这么深？里面是捞了颗珠子是吧？捞了个珍珠。珍珠。母子情深。母子情深啊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对呀、啊，也是有意思的。这里面是它本身就是里面是中空的那个，再捞一下，这也是不错。那目前来说就还差几个没好，剩下的赶在八号之前应该是能给饼哥交差了。这个投票就先，因为我们做了几十件，先让我们公司同事先投，然后把前十拿出来剪到视频里面发出去，再让这个客户们投。